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卡文，好久不见了，真的是超久没有录这个 vlog。今天是2024年2月9号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小年夜。说到小年夜呢，也就是要煮这个团圆饭嘛。我今天刚好是不用上班，所以我下午的时候就搭了公车去我家附近的一间中国超市，买了一些火锅料。这些火锅料呢，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，说我到底买了哪些东西。但是这家中国超市呢，没有跟巴黎一样，就是说我们可以买到很多我们想要的火锅料啊等等，比如说鱼板、豆皮、豆干啊等等，通通都没有。也就是说呢，我想要买一堆很没有营养的食物，但是都买不到。我就来跟大家分享，说我到底今天下午去中国超市买了什么东西。首先呢，第一样是海底捞的清汤火锅汤料。但你看它这个图片哦，很漂亮，但是它有写哦，图片仅供参考。火锅汤底我会比较偏向属于清淡风格的，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清汤火锅汤料，我就买了。那我就来看看，等一下到底可不可以做成真的非常的清汤火锅汤底。第二样呢是这个功夫肉卷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就是一盒，然后里面就是冷冻的牛肉卷。其实价格我有点忘记多少了，反正就也没有特别去仔细看价格。我就觉得啊，过年嘛，看价格买东西感觉好像有一点扫兴，我就说好吧，那就买一盒，很阿萨利的买一盒那个牛肉卷这样子。好，再来就是一包孜然风味的香菇，这个台湾还蛮常看到，就这种黑香菇嘛。那我就特别的怀念，因为这个香菇呢，好像是就是说，泡在汤里面，那个汤会变得很甘甜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来试试看。我也很久没有吃过这个黑香菇，特别的想念它，我就买了一包这样。这一包价格，我忘记价格多少钱。只要是吃的，我都不会去太在意价钱。接下来就是香菇贡丸，你看这一包就小小的，其实我还蛮想要吃这个鱼丸的，但是那一间中国超市它就没有鱼丸，我就只能买香菇贡丸。然后当我吃香菇贡丸的时候呢，我会催眠我自己说这个是鱼丸。再来是这个海底捞调味酱，再来我买了2包功夫水饺，一包是这个猪肉白菜。一包是那个猪肉三鲜，一包是6.99哦，算七哦好了，7×34，238，等于说这样一包是238元台币附近。总共有几个呢？我看一下哦，目测啦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等一下煮的时候我再打开看看，说里面到底有几个这样子，所以我就买了2包。再来就是一包这个青菜，这就不做多介绍了。反正就是吃火锅就是要有青菜嘛，没有青菜的话会便秘。再来呢，就是火锅的灵魂重点，一盒嫩豆腐。豆腐呢，这个等一下就是我要去把它切边，然后丢到那个火锅里面，因为我觉得吃火锅没有豆腐的话会非常的不好吃。再来就是4包乌龙面，常跟卡尔文接触的人都知道，我非常的喜欢吃这个乌龙面。当时的那个中国超市架上有剩最后的4包乌龙面，二话不说，通通直接给它拿下来。所以呢，今天晚上我就不吃饭了，我就来配这个乌龙面，超级兴奋！我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吃这个乌龙面了。最后，我买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东西，我都还不太清楚，说我会不会去搞这个。为什么我会买呢？因为就是说我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想要吃。在台湾呢，如果我去买卤味的时候呢，我一定一定会去夹的一样东西，就是猪耳朵，卤猪耳，就这一包。但我完全不知道它里面长什么样子，我真的真的不知道。然后这一包啊是5.99，我不知道你们这样可不可以看不看得到，算6欧好了，然后算30，180，大概再多一点，大概230附近吧，这样一包。我不晓得这样是贵还是便宜，但是我就是看到猪耳朵，我的心头呢就立刻啊，好久没有吃，我就很想吃这样子，所以我就买了。所以呢，等一下开始准备火锅料的整个过程呢，都会录影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我就开始备料喽。今天手机滑 IG 啊，或者是 Facebook，通通看到我周围的朋友都在分享年夜饭的照片，我看了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嫉妒。一气之下，我想说，OK，好，我也要来准备年夜饭。各位，
我犯了一件非常重大的错误，也就是呢，我买了这么多火锅料，我却忘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也就是一瓶酒。天哪，我竟然忘了一件这么重大的事情。现在是晚上7:09，二话不多说，我现在立刻冲去超市买一瓶酒，红酒白酒都可以。我觉得吃这么好的料理，没有一瓶酒怎么对得起自己呢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我就先去买酒咯。我回来了，超喘，走了大概15分才到超市。那我来分享一下我刚去超市买了哪一些东西。首先呢，就是一瓶白酒，这一瓶白酒呢名字叫做 Chateau Lagave Bordeaux 的。那我也不晓得这个白酒好不好喝，反正就买下来喝喝看。一瓶5块而已，5块乘以30，180，那我们可以算大概220台币附近，其实没有很贵啊。再来呢，就是一瓶布列塔尼限定的可口可乐。现在我就要来开始准备今晚的年夜饭食材，一个大锅。再来呢，就是先放这一盒牛肉。哇，好，应该不是个很高档的牛肉。再来是这个香菇贡丸，这今天晚上是绝对吃不完的，我们可以分到明天中午的时候再吃一些这样。那我先放个1、2、3、4、5，这样，先放个这样好。活的呢，还会跳呢。放10颗好了。再来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什么东西，那我觉得如果没有吃完的话，我们可以先放在这个盒子里面，这样的话节省空间，才不会到时候乱七八糟。就把剩下的贡丸全部都放在这里面。这个看似鱼丸但是又不是鱼丸的东西，我们已经有10个贡丸了嘛，那我们就一样先放。哦，还有结冰耶，1个、2个、3个，我先放4个好了，这样才不会太多。一样都是先放在一起的，节省空间，不然那个塑胶袋太多我会很烦躁。再来就是嫩豆腐。哦，这个嫩豆腐要切呢，我用这个刀子这样去切好。哎，这个豆腐香很赞哎，我喜欢有闻到那个豆腐味哦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呗。有一点丑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反正到最后都是要吃的，管它长什么样子。不是拿出去卖的，再怎么丑，反正也都只有自己看得到而已。再来呢，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，也就是我非常好奇的猪耳朵。这个先来看一下到底长什么，我真的很好奇哦，我好期待哦。这个是，等一下，这一整块猪耳朵吗？好像是哎，它是不是要？等一下，我有点不是很懂。哦，好香哦 ！Oh my god， 就这个味道。难道这是卤好的那个猪耳朵吗？1、2、3。哇，哎，我真的舍不得把它吃完，它这味道，我现在一直狂流口水。不晓得大家就是这样透过荧幕可以闻到这个卤味的这个猪耳朵味道，我是很喜欢吃的，所以哦，好怀念啊，还蛮方便的这个懒人包啊，我不用在这边去卤，它已经帮我卤完了，好像只要把它等一下丢到火锅里面给它煮一煮，应该就可以吃了吧？我觉得，哇，我好期待，等一下吃到猪耳朵那种口感会不会跟台湾的一样？我们敬请期待。好，再来，哎，好像也就只有这样而已。其实我没有买很多，哎，好空虚哦。好，那就就开始准备这个水，然后去加热这个汤底。我现在先来洗一下这个菜。那这个菜啊，其实非常的好清理，就这样清水冲一冲，然后菜煮个大概2-3分就可以吃了，非常的省力省时。说到这个菜啊，我还蛮想念我爸妈种的那个中文怎么讲啊？再来呢，我就要来那个放入这个热水到锅子里面。我先开火，嘿，手太冰，那个触感完全那个没有感应。这我刚刚烧好的水 ，ASMR 的流水声，帮助睡眠。再来就是买了这个海底捞清汤火锅汤料，我们来看一下打开会长什么样子。哦，粉包跟干料包，火锅汤是用粉包哦，感觉好像有点奇怪。
好啦，这样就喝一下。不过这个粉看起来好白哦。好，现在这个水已经滚了，我们就打开这个粉包，来看一下这个粉包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哦。来，我自己真的很好奇，来看一下。哦，有一种那个药膳的味道呢，好像牛奶锅哦。啊，对了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刚刚不是跟大家说我喜欢吃我爸妈种的一个蔬菜的名字吗？那个叫做秋葵。不晓得为什么我刚刚洗菜的时候那个名字熊熊想不起来，然后我现在倒这个调味包的时候就突然想到。那我相信应该还蛮多小朋友不太喜欢吃秋葵，但我就很喜欢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让它焖一下，让它把这个药膳的味道给焖出来。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的香菇嘞。香菇，找到了香菇在这边，我就洗个两个吧，因为好像这个香菇是不是说跟着那个汤一起煮会有一种甜甜的感觉，我自己不是很晓得啦，反正我就先煮个六个好了，我先把它洗一下，好，丢进去。你们这样隔空看着萤幕可以闻到这个药膳的味道吗？哦，我现在口水一直狂流。好，焖的好，现在这个火锅汤底应该是 OK 了，我先放入一点这个菜哦。我现在那个眼镜的这个雾气好重，看不太到。猪菜全部放下去，再来就是豆腐也全部给它丢进去。对啊啊！等一下，灾难！等一下，我的蛋掉进去了。日常，我丢太快。笑死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开这个肉类调理包，就是沾那个肉海底捞的，感觉很高级哦，花生味蛮浓的。那我现在放一点这个牛肉。 No， 没有空水的。 OK， 好，就这样给它焖着。哇，好香哦，供完看起来就有点好吃哦，好香哦。再来呢，我要放下一点这个乌龙面，今晚要吃好吃嘛，年夜饭嘛，不用对自己太小气，大口大口的吃，吃到爽为主，然后等一下再配一点那个白酒，人生圆满。辛苦工作就是为了要享受这一刻啊。好，焖一下啊。大功告成，我们下来试吃呗，应该算是小成功吧，我也不知道。现在要先来开这一瓶白酒。准备开，嘿，酒杯，很好听哦。来吧，白酒。喂，我喜欢，不错，没有失望。反倒我不能喝太多，因为我们要上班，所以不可以宿醉，要控制酒量。猪耳朵先来吃吃看。意想不到的好吃哎，这个猪耳朵可以哦。我以为很奇怪的说，那还好，没有让你失望。我很接受，乌龙面没有让我失望，反正就乌龙面味道能奇怪到哪里去，它味道就这样子。再来是这个香菇，我很怕我这个香菇哈没有用成功，因为泡的不够久。我有成功哎。我这样乱用是软的哎。再来就是豆腐味道就这样了，不然还能怪到哪里去。我还有这个啊，猪肉贡丸还没有吃到。算是可以接受， safe。 哦，配酒就是赞，人生就是要这样享乐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分享到这个地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可能过程会有一点呛，但是呢就这样。
我不是一个很爱煮饭的人，说真的，我一年下厨啊不到五六次吧。对，我属于那种外食啊比偏多的人，我很懒得煮饭。那么在影片结束前呢，若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频道跟开启小铃铛哦。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赚大钱，拜拜。